年五月封箱。Hello， 大家好，我是懒生，欢迎来到英雄 BGM。 果然是英雄嗜好略同啊。承接上一期的话题，说到万绮雯的经典 CP， 我第一个想起的不是郑丹，也不是尹天照，而是我们的令狐掌门。你猜对了吗？大提琴 1.38， 枪神，碧血惊天珍珠奇，他俩就有承载着童年记忆里那个最美好的金童玉女的形象。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港剧《皇帝追虎》嘉华，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正是压制双子星座的另一位小生吕颂贤。许多人跳到 TVB 都要从低做起，而吕颂贤进军 TVB 的第二年就拿到了金玉中重要的重要角色令狐冲，可见当时无限对其重视程度。文森是要我演这个令狐冲，一年后就变成唐三藏了。所以令狐冲后来有演到吗？没有啊。放心吧，大师兄不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的啊。金庸先生也曾盛赞其特立独行、不守纪律的个性正是令狐冲本尊，更为无限送别祝贺。吕颂贤也成为大部分金迷心中唯一的令狐冲，所以粉丝们都亲切称之为掌门。九六笑江湖配乐之多，甚至都可以单独出一个系列，不仅运用了大量国外罐头音乐，而且胡伟立大师还有其专门谱曲《笑傲江湖》《尽笑合奏》，不知萌发了几代人对古琴的热爱。无限音乐配乐指导陈国良为他量身定制多首独家配乐，遗憾的是至今 TVB 都没有发行这些原创音乐。庆幸的是这次配乐得到了网红乐手小李朵的支持，我们有幸能再次重温童年赖以为伴的美好记忆。看到有这么多人在为中国配乐默默付出，实在值得高兴。一直以来，中国的配乐是被严重低估的一块，国外的影视制作都会发行相应的 OST， 有着广泛的传播性。而国内，特别是以前许多经典，因为受限于成本，片方都不愿发行原版配乐。网上流传着许多无名无姓但耳熟能详的经典配乐，几乎都是录屏版，谈不上正规途径，就更别说广泛传播了。中国配乐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没有打就已经输了。莱森也想通过这样的视频呼吁无线官方等中国影视公司重视配乐市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配乐在优质的环境下欣欣向荣，优秀音乐工作者不至于被埋没。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希望，希望你能将此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诉求。此外，大量罐头音乐也在片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非常值得推荐。如西多郎的《古诗记》，许多余秀的《曼陀罗》，杰夫丹丹的功夫传奇依旧，赖建聪的秋月圆，文建龙的窃窃私语，继承的东日流、十三春等等，这些印象深刻的 BGM 一起，脑海中就会浮现女版《笑傲江湖》的画面，简直一定之无异。罐头音乐在港剧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下次我们就来聊聊另一部将国外罐头音乐发扬光大的中国影视作品。更多配乐资源及音乐私货，我会在公众号和微博中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支持。